最近六月份要播出众多新剧，就像《梦华录》《幸福到万家妻子的选择》《人生若如初见》《林深见鹿》《沉香如屑》《三体》《回廊亭》《昆仑神宫》《爱情应该有的样子》都备受观众期待。六月待播剧，你最期待哪部？下面一起来看一看。《三体》，李佳航、成果、张一铎在《爱情公寓》之后再度合作，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？唐艺昕、杨世泽合作的偶像剧，该剧原来是张东健主演，后来限韩令以后 AI 换脸重拍，时隔四年后终于热播。